一年一度最浪漫的节日又要来啦 ！Tilda 情人节时间在即，在你是否想好要送什么礼物了呢？农历新年前，星巴克率先推出情人节系列商品，以粉红与白色为底，印上可爱的独角兽、棉花糖及爱的首饰等图样，入手甜美系商品就在这时候了。心心相爱马克杯，售价450美元。满满爱心就是这次星巴克的主轴了。粉嫩爱心图样的马克杯有烫金星巴克花纹，翻过来的杯座也是个大爱心，就是在昭告我爱你啦。情人物语不锈钢杯，售价900美元。上班上学当然要自备不锈钢杯啊。 Tilda 在爱心图样上点缀着彩虹与爱心首饰，图样小巧又有玩心。情人物语不锈钢水瓶，售价900美元。这款不锈钢水瓶上面印制了独角兽、樱桃、棉花糖、缤纷彩虹，根本是少女心必备。情人物语不锈钢 Togo 冷水杯，售价900美元。甜心滋味马克杯组，售价450美元。马克杯上漂浮的奶泡其实是杯盖，杯把很应景地做成了桃心的图样，使用起来心情就是好贴的。情人物语随行杯，售价450美元。爱心纸扣 Togo 冷水杯，售价500美元。冷水杯附有可拆卸的爱心指环，平时更容易抓取，但装有饮料时记得要手持杯身，而不是直接拉把手哦贴的。召唤爱情马克杯，售价520美元。粉嫩的猫咪插画化身为爱神，有了猫还怕另外一半不来吗？物爱情蜜语不锈钢把手杯，售价650美元。心心相印粉色提袋，售价580美元。浪漫的粉红色提袋里竟然满满都是爱心，这样是爱很可以。暗恋猫咪马克杯，售价320美元。暗恋猫咪马克杯分为粉红和象牙白两款，精巧的猫咪造型最适合诉说未说出口的心意。 Tilda 的心有所属马克杯，售价520美元。猫咪尾巴变成了疗愈把手，同样有粉红及象牙白可供选择，收起来正好成双成对咯。 Tilda 星巴克情人节系列开卖时间1月21日全台门市与线上门市同步贩售。粉色控这次真的要高度注意了。星巴克情人节这波没有要放过大家的荷包啊 Tilda 的。